还有师傅，我再跟你分享一下，就是说，前段时间也是在六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就是跟那个三个师兄，还有一个师兄的丈夫，我们回家，在路上，在高速路上出了一次车祸，让大车把我们小车给追尾了。然后我当时把后备箱就整个的，就是说三厢车变成两厢车了，但是我们几位就毫发，就是一点伤都没有，就是那师兄脸上有摊破，然后缝了有几针吧。然后当时就是处理交通事故的交警还有医院的大夫，他说你们撞成这样，他就去看那车祸现场，他说你们撞成这样，然后就说几个人什么事都没有，说真是菩萨保佑。然后当时这个师兄的丈夫他也不信佛，因为他不信佛，当时出完车祸之后他说真是菩萨保佑，因为当时我们车里后备箱里的撞完了之后，好多都是咱心灵法门的书都撒了一地。哎呀，帮你们挡灾了，心灵法门的书挡灾了，而且你们消过一躲过一劫啊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是师傅。你们真的，你们修的不好。妈妈还在救我们。救你们呢，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像这种事情讲都不要讲，后备箱里全是心灵法门的书，一边开车就不能讲任何的这种不如理不如法的笑话。不能插混打趣，听不懂啊？肯定有了，在车上男男女女肯定讲话，哪怕就是说意念当中只要带到一点，护法神马上惩罚的。嗯，师傅知道，师傅是真的是好了，干净啊，要干净啊！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不干净怎么上天呢、啊？你们一世修成了，那就下辈子不是真的不可以的。一定要真的要干净啊，骗不了人的，学佛这个东西绝对骗不了人的，因为天上的菩萨头上三尺有神灵啊，你们上次听你老伯伯讲了不啦？听到了。啊，开玩笑啦。是有一个坏的意念，一坏的想法都不行。对呀、啊，比方说这个男的就算说一句话，这个男的比方说一句话，你女人去想了，你就犯罪了。哦，这个男的比方说他说一句话，他没有这个想法，他说了某一句话，你们就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们就是犯罪了。如果你们女的讲话无意识的讲了某一个事情，这个男的就想到了，他一笑他就犯罪了，护法神全知道啊。听不懂啊？听得懂了师傅，以后我们就说最好就不说话了，除了念经就不说话。对了，有什么话好说的，要说话可以，菩萨在天上也开玩笑，讲的全部都是弘法的事情，讲的全部都是正面的东西、这就叫正能量啊。听不懂啊傻姑娘啊？听得懂师傅，我这段时间就是开开玩笑都不行的，菩萨不会开这种玩笑的，菩萨的意念绝对干净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师父。然后这段时间就是每听到师父说、弟子说师父允许你们弟子哭，但是你们哭完了给我站起来，然后我每次就说经过特别困难的时候，只要想到师父这句话，然后我自己个人的信心特别足了。哭没有关系，是忏悔心和慈悲心的交织，但是呢哭完了忏悔完了，给我好好的做人，我告诉你要站起来啊，趴在地板上去哭吧，那就是畜生，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天的，只有人是人顶着天的，头顶着天的，所以不能做畜生，只能做人呐、傻姑娘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师傅。师傅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好吗？你们乖一点了，真的师傅哥哥把你们都当孩子一样，你们自己也要好自为之的，不能老犯错，再老犯错老犯错之后，你们就成不了师傅的孩子了，就是像人家小那个就是流浪小孩子一样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了师傅。没有家长教育的孩子。